哎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野。最近呢，心仪不是怀孕了嘛，然后她这段时间就是感觉有点贫血，然后呢，今天刚好来了县城，然后刚才去买了一点这个排骨，这个是排骨啊，然后一斤是卖16块钱的，买了70块钱的，然后买这个排骨回家给她炖吃，然后补一补，买点这个。排骨再去买点那个水果之类的给小宝他们吃吧，给宝宝他们吃，然后就准备回家了。这里好多都是卖水果的，去买点香蕉还有苹果吃呗。哎，到家啦！又过国道，又过县道，又过那个高速，又过山路，2个小时终于到家了。哎呀，终于到家喽！哇哈哈哈哈！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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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想不想过？想。弟弟呢？在那海港号。弟弟在哪里啊？你看我给你买的香蕉还有苹果还有糖，这个是我的，你不要动。看这有，还给你买玩具，你看一下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我喜欢小的。对，还有零食哦。来，我奶奶问，那你天天去买这个玩具给我。那你要听话，你要听话我才买，你不听话怎么买？你要听话，我才给你买玩具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呦呦呦，弟弟来喽！弟弟，快，弟弟，玩具嘞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嗯，喜欢。这里还有糖糖嘞。爸爸，妈妈嘞？在哪里啊？嘿。我买了那个排骨，排骨，然后你去炖排骨吃，好吧？这个排骨多少钱一斤啊？那个16块钱。16块，现在猪肉都降价了。他本来说17块钱，然后我跟他讲了一下价，16块。讲价了啊？16块，然后买了70块钱的，要洗一下。那肯定啊。它已经切好了，我们先倒到这个小盆里面，然后先把它煮一遍，等一下再弄到电饭煲里面煲就可以了。去一遍水是吧？对，去。提前泡了一点这个海带，已经洗干净了，今晚呢就弄个海带排骨汤，把它给捆起来。应该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上面飘着一层这个浮沫，把那个水倒掉。倒进锅里面，这个是那个高压锅吗？不是，是电饭锅。电饭煲是吧？把海带也加进去，加入几片姜片，放出来放硬，拿去包了。哇，看一下这个汤汁，已经炖了好久了。把它舀出来，这个汤都是白的。你应该不用放那个海带，作为你吃的话，单独喝那个汤，就单独煮那个排骨会不会好一点？我放海带。就是给你自己吃的话，不放海带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吃饭快点，我们就炒了两个菜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先找个碗来。小宝要喝汤。
好不好喝？